千里林北就是在讲你啊。今仔高二，林刚好找你的麻烦，他有特别去诬赖你、栽赃你，去说你什么吗？没有嘛。他今天讲的有一句话是违背良心，就你明明没有这样做，结果他偏偏要诬赖你。如果这样，那就算了。也就没有。今仔这科高二的啊，今仔这科 YouTube， 伊今仔刚好来攻击，他有没有攻击你啊？他是陈述事实嘛？他陈述事实，你他妈的，你要叫人家什么面具拿开什么，什么为什么 PS？规工伫遐拖空棒，你是怎啊人安那看的嘛？你敢知啊人安那看？外部的人安那看，我唔知啊。啊，内部的人安那看？即马是嫌社会无够混乱呢啊！连千亿林北就是咧讲你啊，拄啊好就好啊。该错就要认，唔对就唔对，卖伫遐唔对，佮做佮一边白，佮伫遐咧，规工伫遐咧制造社会一挂困扰。这就是问题一挂，你啊你是连千亿林北就是咧讲你啊，今仔高二，伊刚好找你的麻烦，他有特别去诬赖你，去栽赃你，去说你什么吗？没有嘛，人家今天这些受害者，人家去那边跟他投诉，跟他那个嘛。如果他今天讲的有一句话不是事实，他今天讲的有一句话是违背良心，就你明明没有这样做，结果他偏偏要诬赖你。如果这样，那就算了。也就没有，没有。你在那边整天在媒体前面，啊，在网路上，在媒体前面，什么，然后被贴人什么小鬼啊卡，人什么小鬼啊卡，人家就戴个面具，人家是什么小鬼啊卡啦，什么小鬼啊卡，台湾这个社会啦，你即马这个社会啦，这兄弟人，大家是要转型呢，大家要转型来做生意呢。连千亿林北就是在讲你啊！今仔高二，你刚好找你的麻烦，他有特别去诬赖你、栽赃你，去说你什么吗？没有嘛！他今天讲的有一句话是违背良心，就你明明没有这样做，结果他偏偏要诬赖你。如果这样，那就算了。